走走挥挥你们的双手，和台上的他们打个招呼。和现在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的就是来自俄罗斯的美女帅哥们，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让我们感受到俄罗斯的风情，感受到他们过节日的时候一种喜悦，一种心情。Thank you.